大家好，我是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的高级副校长暨小学部总监庄晓莉。十二年一贯是 A school 其中一个特色和优势，同学可以在一年级到十二年级完成小学到高中的教育。学校将十二年的学习经历划分为三个阶段， junior school、 middle school 和 high school，咁樣令到我哋更有效去照顧同學唔同成長階段嘅需要。我哋會運用多元化嘅學習評估去了解同學嘅學習情況，例如一年級係冇考試噶，俾小一嘅同學更多時間去適應校園生活，而一條龍嘅模式冇情分試嘅壓力底下，釋放更多嘅空間俾同學喺唔同領域中探索同學習。我们希望引导他们寻找到个人的兴趣和专长，并且加以发展。在正规的课程之外， A School 也都有100多种的其他学习经历课堂。课程内容包括各种的运动，例如棍网球、剑击、棒球等等。我们透过延展孩子的学习，发掘他们的兴趣，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和领导能力，给到同学成为杰出的未来领袖。 A School 亦都提供各种所需资源，发掘每一位学生的潜能，例如集合运动、表演艺术和学术功能的教学大楼、学生活动中心、约书亚堂、所罗门科创中心、 Inlo Lab、 加百列堂、 Gabriel Hall、标准五人足球场以及兴建中的室内游泳池，令学生有更完善的配套发展所长，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记得按个钟仔啊。